升两胎的父母从10600人增加到11900个，而生三胎的则从3900个父母增至4100个，这意味着更多新生儿出世。不过总生育率保持在1.25的低水平，比2.1的人口替代率还低。年满65岁的公民也从去年的12.7%增至今年的13.1%。这导致赡养老年人的工作人士比例下降，从2005年的7.2:1下降到去年的4.9:1。这群工作人士年龄介于20岁到64岁。内政部长说，对于新加坡人因为自我激进。